男朋友。那是谁？我也不认识，你问我。来来，男生往前走一点，看不太清。来来，站这站这来。主持人你好。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李泽品，我是他家楼下开小卖部的。他的。你是什么？我是他家楼下开小卖部的。怪不得是送零食嘛，这就想得通了。他那些短信是我发的。你为什么冒充我男友给我发那些短信？我只是不希望你再这么下去，这么糟。那我这么下关你什么事？我发短信问是不是我男朋友，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只是出于好心，我并没有想冒充你男朋友。其实他之前男朋友给我打过电话，问过他的情况。那我男朋友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了？他就问你过得怎么样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过得很不好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他没说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怎么会有他们家钥匙呢？那天晚上我给他像以前一样给他送东西，发现他家那个门是开的。他喝多了，坐在他家地上。那我们家开门你就进去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当时是别人看见你家门开的，你坐在地上。是别人又能怎么样？我只是出于关心，我并没有。你还数落别人，你说多危险呐、啊！这还好是熟人呢、啊，这不是熟人，你说你喝醉了跑里边，进来一个人把你怎么样了你也不知道，你还吼别人呢、啊？你还好是碰见他了。他以前不是这样，他从来不化大浓妆出门啊。后来有一次他让我给他送东西上去，我发现他家乱糟糟的，满地全是烟头，还有酒瓶子。你就是一卖货送货，你就是一小卖部，给你钱给我东西你就走就完事儿了呗。我家里乱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什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你每次回家那么晚，你以前从来不这样。跟踪我？人家是为你好。有谁三更半夜还看我？因为就是之前那件事情嘛，你家门都没有关，所以如果你不回来，或者说你家不熄灯，我不会睡觉的。我真的是担心你才这么做的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他？他刚搬过来的时候，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，我感觉应该算是一见钟情吧。但是你知道他有男朋友，所以你隐忍了三年。对，他有男朋友，我知道他有男朋友之后，我从来没去多想什么，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吧。这就是人情感的奇妙之处，想爱的人不爱我，我不爱的人爱着我，是吧？你在桥上看风景，他在桥下看你。楚老师，因为我是来见我男朋友的，我是想向我男朋友告白，我不是来听他讲这些的。好，你谢谢你喜欢我行吗？谢谢你关心我，以后不用了行了吧？谢谢。不是，我插一嘴，今天就是你请他来的，因为你往那个电话号码里头发短信让他来。那谁都短信他吧。那是他呀，你请他来的，你礼貌点好吗？对于一个这么久以来默默关注着自己，在遇到危险潜伏的时候甚至救过你的这样的一个人，即便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爱情，但是作为一个邻居能够这样出手相助，不应该说一声谢谢吗？但是为什么还要冒充我男朋友给我发短信？我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有男朋友，他根本就没回我。他明明没说是啊，把他当成男朋友了，他都不回我。人家没说是啊。其实我这次来我有一定心理准备，我希望他就给我几分钟就行，我不会占用他太多时间的。如果他就是不喜欢我的话，说上这些我就可以走，可以吗？来，站到你的位置，站到你的位置。接下来是李泽品的告白时间。杨春，你知道吗？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喜欢你那种特别幽默、笑起来特别甜甜的感觉。可是之后发现你变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开始往脸上涂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你穿的那么少，还抽烟喝酒，你的父母怎么办？你因为一个男人就这么堕落自己吗？就算好，你们分开了，其实我也可以关心你。
我知道我没有资格，或者说没有立场去关心你，但是你每次在我这买酒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我不知道我以什么方式来关心你，所以说我只能想到给你去发短信。我并没有说想冒充你的男朋友什么的。今天你可能会拒绝我，难道你拒绝我，我就像你一样堕落吗？到处抽烟喝酒。我就说这么多，我希望你能接受我。就算你不接受我，我也希望你过得好好的，好吗？快到门打开，他还没来，你怎么办？没来就没来吧。他找我吗？想继续寻找他，因为我真的……那是找不到呢。以后你每天还会经过小卖部楼下，你还会去李泽平那儿买东西吗？会。会。我拜托你一点，如果你找不到王迪，你也不要接受李泽平，那是害了他。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我好想你。刘晨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和你分开以后，你会这么糟蹋自个儿？我这么糟蹋自己，我都是因为谁呀？你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走以后，家里东西我都没动过？你衣服、你牙膏、牙刷全都在那儿摆着。
为什么当初我跟你总不让我跟你都别这样了，行不行？好好的过吧，别一直就是在我这棵树上吊死了。好好找个工作，然后找一个更好的，然后把我忘了吧，行吗？好好保重吧。对不起。你错，我看你们，你们别哭了。能不能别哭了？我求求你别怨我！别哭了。爱情中关于物质和精神的选择会让一些人迷失方向。王迪在遭遇物质困难的时候选择了与杨纯分手，却导致了恋人精神世界的坍塌。杨纯的告白获得最终的成功，再次牵手的杨纯和王迪，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充满着困难，但相互扶持